嗨，我在澳门。你在澳门干嘛？今天在拍杂志。今天拍什么杂志 ？Esquire Fine 的杂志。这是你第几次拍他们的？是我第一次拍他们的东西。那你跟他们团队之间合作过吗？对，跟他们的兄弟们有一次拍《老男》的时候合作过，所以我们都是老朋友。今天，今天拍了几套陆科？六套七套。今天有觉得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或者不一样的事情吗？今天在澳门拍杂志，我觉得是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平常在上海不是典型拍，所以我觉得特地可以到澳门为了拍个杂志，是非常特别的。然后我觉得在一个水上乐园 water park 拍杂志也很不一样，因为 water park 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，但我穿的衣服都是非常高级的，所以我觉得两个不一样的风格的东西放在一起，我觉得是很特别的。如果下次再来这，你想去那个水上乐园里面玩吗？我以为今天可以下水，但他们说不行，所以希望下次游泳来玩，就是为了工作来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在一个摩天轮上面，然后你看他们自己有很可爱的小狗，给我，我拍，小狗。哎，我们今天早上拍的 water park 应该是这儿吧？这儿。你们认识他们吗？我小的时候最喜欢他。你看谁 Hello Kitty， 他也挺漂亮的。